努力推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，充分发挥政协文化名人荟萃的优势，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城市精神，打造上海文化品牌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献计出力，研究提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指标体系和发展思路，持续关注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，历史文脉的传承和风貌保护，文化体育设施布局等，率先提出打造红色源头一平方公里、恢复大世界营业等建议，得到了采纳和实施。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、庆祝建党95周年等图片展、书画展，重点征集改革开放、对口支援、我与上海三个系列文史资料，出版文史资料30集，780余万字。